迪士尼英语分级阅读预备集第一集，麦芽点读版。Frozen 自然拼读 ，Queen Elsa and Princess Anna。嗯，这是这，这一套有好多本，然后随便拿了几本。自然拼读这也没线索，一共不知道这一套到底有多少本，一点线索没有，没准是27本，没准是25本。就先签这些吧。一点线索没有。你觉得你猜猜大概有多少本啊？那可能是26本。哇！哦，它是按照那个字母拼读来的。太聪明了！你竟然发现那儿有个字母哎！这本是介绍哪个字母的也不知道。啊，这是 Q。啊？怎么可能？那为什么不是从 A 开始呢？有 A 呀。就随手拿的是吧？对。OK。为什么这本是介绍 Q 的呢？Queen Elsa and Princess Anna。哦，谢谢高丽姐这道单词。The queen is quite quiet. The princess is quite loud. The queen is quite neat. The princess is quite messy.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but they are quite close. Okay. Okay. 翻译和以 Q 开头的几个词。Okay.再翻，还都在中文吗？我爱读趣味故事，我会说地道英语。OK， 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健身、学习、思考。茉莉学习日语刚开始 ，peace。